近日，尹氏八卦掌研究学会在古城保定正式成立。仪式过程中，研究学会会长李新安详细介绍了八卦掌及其发展历史。八卦掌创始人董海川先生，他的得意弟子尹府的大弟子马贵先生传到保定来的。在民国20年到民国23年，把马老先生的一生所学完整系统的传给了张俊济，也就是我的师傅。在1980年，张俊先生呢，把八卦掌又传到了保定。学员们还分别表演了八卦掌、咏春拳等系列拳法。八卦掌不仅有强身健体之功用，而且能够锻炼攻防搏击的技能，并在治病、内功、击击及涵养道德方面有明显的效应。他们飘逸灵动的步伐、优美矫健的身姿吸引了众多围观者，并博得了阵地掌声。对推动这个保定市武术的发展，有很大的作用。推广八卦掌是为了弘扬传统武术，挖掘武术精髓，广交天下朋友，促进社会和谐。相信呢，我们这个研究会成立以后，通过他们共同努力，会成为我们保定市武术界的一朵奇葩，为我们保定呢培养出更多的优秀武术人才。